看到西瓜了，小阿姨，你怎么不把西瓜吃完？今天天气不热。啊，这是什么？他想去拿来吃了，你看。不给他吃的。这个冰棍还是不要给他吃。老板，不给，不给。皮皮，你们两个在干嘛？我在照顾弟弟。弟弟怎么穿成这样子的哈？戴个什么东西？戴个帽子。太热了，这成了花姑娘了。老板。扮成了一个花姑娘了，花姑娘。人家说是我的发妃，说出来就是我的发妃。你们两个真会搞怪啊！真的是，要小心一点，知道吗？知道啊，就是你。去给小宝打土豆泥了，你我一回来，你看小宝就成这样子了，这是你姐姐的杰作，哈哈。哈嗨。我还不知道你们这到底在给我干嘛。哎呦。太热了，这天气中了。我想要它。你还能戴吗？不能戴。这个到底是你的还是妹妹的？先看吧。看到没有？宝宝，这样就滑起来了。嗯，看到自己想办法，你看到没有？起来了，宝宝，你真棒。给你点个赞，终于站起来了哈！啊？嗯，他刚开始抓我，这手这里抓不起来，想抓我衣服。对，用衣服把它撑起来的哈，嗯、手不好抓。你看，